我们的口号是计时入夏，奋勇向前，排除万难。行游路上，计时入夏。主角，维修车辆。配角，两家修车厂，友情客串。粮厂家街小路，导演，德里克，宋。冬藏有感，午有感，冬长有感，行有感。哎呦，我根本不知道，你把这个超级烟都滚在那边，你根本不知道。把这个跟啊，把你跟不跟大家跟문제，그러면뭐잘보고뭐지그냥아무데나간다跟不跟大家뭐뒤로앞으로당기면그렇게나올수있는그렇게생각인데그래서다당기라저쪽에서뭐跟도조금也炸了手。这个地方因为车重量和拿不出轮胎原因不能修理。어떻게도해야지아직안带着介绍的另一家修车厂弟子，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到达了指定的地点，그할수없죠네그거세워놓고계속그때까지거기안에계속해서어떻게해네그냥문앞에어디반대편네예여기그럼여기이거아그길을길을아니여기그그이차이차있을때그중간에한번있으면되죠여기계시면돼차여기세워놓고아니밑에요위에요위에아밑에여기얘기요여기차선이저거저안에는갓길이잖아요그냥아여기차선이여기두개밖에없는데저기갓길이니까그차를갖다세워아무슨뜻이안돼네거기다가세워놓고네그차를거기다세워놔야돼아지금저희저기없으니까작업이안되고부부주문해놨으니까예내일모레올거예요내일모레예그럴할수없어기다리차를예차를내려주세요여기계시고형님편한데예계시고차를놔두시고계시다가근처에계시다가예저기오면은아들으시면되죠이거보통식당에이거이것만밖에없죠예아여기근처에여기에있죠그럼여기서저안으로들어가면은또있는이게있는데멀어요아뭐차는웬만하면은움직이지않는게좋고요브레이크가안들으니까그렇지요즘에브레이크밟으면조금은저푹푹이죠푹푹브레이크가안붙잖아요큰일나요보다나중에푹들어가서브레이크안되면큰일나요예뒤쏘바듣는거예뒤쏘바듣는거좀배우세요저기도나에서캠핑카에여기쇼바가있거든요이거움직이면이게들어져이렇게비로예그그그래야그래야좋은데니까하늘에서뺄수가있겠거든요아그때그래전화해서좀배우셔야돼그래서뺄수있어요이거타이어를아여기뒤에예뒤에이거쏘바예어떻게작동하는지예물어보셔가지고뒤에에어로부르르올릴거예요아마뒤에는이렇게올게차체가이렇게올라갈거예요이렇게그러면타이어를이렇게뺄수가있죠이게목표타이어조심해요과장님내려가요그럼완전좀해주시오저쪽으로아니저기거기다세울수있어요저길건너길은퍼예
포르테 누구야? 포르테 이거 누구야 이거? 에? 누구야 이거 포르테 까만 거? 由于修理配件的缺乏，可能要等一天。因为下班后不能在厂区内逗留，又因为刹车系统坏，怕我开车会有危险，最后决定把我车停在道路边上。第二天配件到了后修理中，原来刹车系统的这个零件断了，又更换了自动液，最后用平板电脑测了一下，最后费用为242,100韩币，10,000韩币等于7.3美。最后让我离开，接下来要再次检查，检查了。